总分比平时低50多分，你可是尖子生啊，李千岁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。同学们，咱们复读班里隐藏着一对王力鸳鸯。李千岁、江一天，你俩给我站起来。我是这么一个考试失利，一个直接缺考，不就是分手吗？老师，我们两个没分手。不是，我们安静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于千岁是吧？嗯。你为什么说跟我分手才考试失利的？你不会暗恋我吧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我就是编借口的时候看到你的名字，顺嘴就说出来了，给你造成困扰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可没怪你啊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这样那帮女生就会觉得我有女朋友，就不会纠缠我了。嗯。哎，别走。总要给点补偿吧，有事你就学霸包补课，这样阿然才愿意见我。加个题呗。哇，江江都这么好甜蜜啊。别想闹，我也想学啊，你想想吧。江一天瞎吗？竟然喜欢他。哎，卷子写完了，帮我看一下呗。用这个语法呀，讲这么多遍你怎么不往心里去啊？我一定好的。年轻真好。当当当当当，这个就是我的秘密基地了，是自己任务才告诉你的。哇，你喜欢机车呀？是阿然喜欢，他是我的太阳。高考那天我去送他，结果他说我幼稚，说考不好他就再也不见我了。为什么你要骗我？江一天，你天岁，以后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一定不要像我一样错过。江一天，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。行了，妹妹，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傻傻傻！别回头，我带你出去。你说阿然是你的太阳，你也是我的太阳，江一天，我对不起千岁，我没有办法做你的太阳。其实这个回答我早就知道了。阿然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阿然，阿然，有人找你。并不是所有的喜欢都能有结果，但希望在未来，你喜欢的人也能喜欢你。来了来了，都结好吧。是。谁懂我闲事儿？别他妈让我抓到你啊！算你走运。你的手上断了，这附近有超市，我去帮你买一个吧。不用了，我家里没有。我帮你带路吧。没事。你不是看不见吗？我不是盲人，我只是弱视。嗯。Say that you love me, say that you care. 对啊，会看得清楚一点，不过也只能看到色块。怎么了？不走啊？啊，先不走。你为什么跟着我？是你啊。你能认出我？我能认出你的味道，阳光的味道。我叫江一天。我叫一千岁。我的眼睛小时候都一场意外。没关系，如果事与愿违，那一定另有安排。哎，千岁，你怎么跟一个瞎子在一起啊？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一个瞎子在一起。走了，别理这个瞎子。原本还想要个微信呢，没想到是个瞎子。你俩真是还是装的？哟，真瞎呀！
不是瞎子，道歉，向他道歉，快道歉。一天，今天啊，我们去。千岁，我的眼睛有治疗方案了。哦，那是好事啊，以后生活也方便多了，也能看见你喜欢的。没人的时候悄悄走。千岁，等我眼睛好了，我想第一时间看见那个有阳光味道的人。是不是你身边多了一个他？我记得你的脸，我一定能第一眼就。是不是我能给的还是不够？你有什么？曾经你说看星空看日落，不如看我的眼眸。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在身旁，你喜欢我，只是因为你看不见。可当你能看见以后，一直都很好。你还是要走。哎呀，谢谢姐。你弟在这儿呢，你干嘛？有你什么事啊，黄家俊？黑体人呢？我更喜欢 S。昨天下午有篮球比赛，支持一下张一天，谢谢。支持一下张一天。是你啊！别白费力气。江一天，我喜欢你。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快走走走走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呀，是这个。就他呀，真没想到啊！不过看起来真的好他呀。磕到了，磕到了。嗯？江一天，我喜欢你。你不喜欢，自有人喜欢。这个也不错嘛，于千岁，你竟然敢谈恋爱你！你信不信回家告诉爸妈？跟我回家，走。你又不是我亲弟弟，你管我？那你也是我姐呀，我得替爸妈看着你。穿这个，决定，这能穿吗？这也太那啥了。信吗？辞去，就这样。我好像喜欢上你姐了，怎么追？追女生还不简单？你就先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想当我姐夫？我去，你真是个人呐！之后的皮肤我全包了。我跟你讲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什么机会？但我是装的，喜欢你是真的。我好像喜欢上你了，对不对？嗨，不就是追女生吗？我也不希望你身边出现别人，但如果不是我，只能是